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今天漫画家们都非常认真，因为有学员来参观我们的公司了。同学们可以跟漫画家有近距离的接触，是不是很羡慕呢？而且还有漫画家们的分享会，可以尽情的让你问问题，看看同学们被逗得多开心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今天的重点，看看大家好奇的表情。没错，接着就是参观我们的展览厅，同学们可以尽情的拍照，看看这位小哥哥拍得多开心。再来就是参观我们的书店了，你看同学们都收获满满，最后就拍个照留念吧，欢迎下次再来，拜拜。